那买一个大三角电缆好了。我想这不知道有没有用电路，还是放的很厉害。如果后面是蓝背景，漂亮了。对啊，蓝背景那可能要靠近灯笼了。那个大哥，你那个复兴山路没有去啊？没有。那边现在好热，好热闹。我都还没有时间去。到北投那边很多人去拍了。对啊。会有热汤的鸟。